一起来上线哦，一起来学习。我们上次的课程是延续上一周的，就是巴拉方案，还记得吗？我们的客厅。哦，我们上次上到第八题，好，我们接续我们上次的课程。我们上课的方式一样哈，有问句，好答句，然后先写主语，还有加上中文，还要加上自己念出自己的句子，好，反复的练习，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主语练得很好。好，好，我们上次的主题，马能能爱都好，巴拉方案，拉放是客人啊，巴拉放就是做客啊。巴拉放是做客，加上后缀词 an 的时候，巴拉方案就是客厅。啊，我们上次从第一句到第七句，我们有练很多句子哈。现在我们就开始哦。好，我们开始我们的今天的句子。第八题是说，乌萨比马安。이 수구라 아 아월 하 오신 하고요 오 사비마 안이 수구라 아 아월 아,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八题。好，오사비마안是说 用来做什么 아, 마안就是什么的意思。好，이수就是你。 구라 就是我们的指示代名词，就是那个啊，our 就是竹子哦，our 哦，我们上面要点一个 glut 好，our our 好，这一句是说乌萨比马安이수구라구라 our 好，那个竹子是你用来做什么的呢？好。萨比马安就是萨比用来做马安什么好，就按照这个句子好，我们一起来练习。如果是我的例句，就说乌萨比是爹阿古杜瓦住好，我会说我是用来打狗的。好，萨比是爹就是要打。读哇住哈，我是用来打狗的哈。如果是我的答案，哈，我们大家会有不同的答案，所以你们就要练习，好，要写在我们的信息栏里面。好，我们可以这个时候想一下，你要怎么写哈？你要怎么回答？好，阿努玛凡纳爱对，也可以写哦。乌萨比，桑阿阿古杜，哦，我用来编织也可以哈。乌萨比桑阿阿古杜，哦，达达鲁安就是放槟榔的东西。萨比桑阿阿古杜，米杜里嘎古杜迪萨基之类的。好，我们有那个桌上型的那个篮子之类的，our 好，就是竹子。啊，竹子是用你用来做什么？我们也可以说，我用来编织，或者是用来做什么都可以。好，usabi sanga agudo gubu 也可以，我用来。制作杯子，煮杯子啊，都可以哦。如果你有写好的句子，也可以上传到信息栏里面哦。苏贤，你有看到有人写信息栏吗？哎，等一下我看一下，还没，还没。好，如果还没的话，因为我现在第一次使用手机。
我有看到哦，这个啊，打一下啊，哀吼看看，我是不是我的手机可以看到？伊拉古咪滴滴来都哀吼啊，能能跟华哥有没有在我的手机上面可以看得到你们的句子？你来读个嘛，滴滴来好，我先测试一下，好，那个通话中有没有句子？啊、哦，有了，有吼，好，好，你来读，还马来外读，阿、啊、来，好，还蛮能爱读阿姑，还首先我阿是本头一书。우선 로마 아구구라. 那个是我用来盖房子的。哎，对，很好，蛮好。啊，大妈，读过你那，你说啊句子。乌萨比萨鲁玛，阿古古拉阿阿沃尔，对，很标准哦。那个竹子是我用来盖房子的，答对了嘛？大妈都好，因为我阿沃尔好，我们可以时常很多用途啊。你还有个大大人好，萨比萨鲁玛。OK，好嘛，打马都古拉塞。我们通常我们以前的竹屋都是用阿沃尔来制作的。啊，反扎尔吉苏苏写马哈拉登苏古萨比萨鲁马好，嗨，伊拉都古尼，嘎照好，很清楚哦。黄嘎照阿西本苏。乌萨比斯蒂阿古杜娃娃古拉阿沃，那个竹子是我用来打小孩的。对，还马达马都好。刚刚书写有写鲁曼啊，他有点上个特产标准哈，还有句点啊，我再次说明。还有改造的，他说乌沙比斯蒂啊，也有个特草，斯蒂就是打，沙比是用来打哈。阿古杜娃娃古拉阿沃尔阿沃尔很好。他说：“那个竹子是我用来打小孩的，阿妈打妈都好，很棒哦。傻逼是爹，哦，很多哦，我阿沃了可以做很多功能哈。好，Kerry，你说多。我看一下，等一下哦，不好意来思。都啊，我说一喊，我们不急哈。如果你很快的，我们用手机用很快的会。”很快就传上去，你可以修正。还那个，量我不会，我不知道，我忘记量怎么讲了。三，你要晾衣服吗？好好，你先念。乌萨比亮度弗瑞阿古古拉。古拉阿沃，啊，阿沃尔，古拉阿沃，那阿沃尔，好，晾就是沙比包瓦利。有没啊，有晒？滴滴灯，沙比巴瓦利，巴瓦利就是晒嘛。我们，你阿瑶，你打好，你会听主语嘛？吼，你是，阿瑶好，我阿沃古沙比巴瓦利独立过福瑞，啊。好，以前没有衣架嘛，然对，后整个竹子都怎样都看过号，都串那个换衣袖服。子，哎。沙比包瓦里杜福瑞，还有哦，阿 Kelly，沙比包瓦里杜曼南，那个咸菜有没有？嗨那嗨，阿嗯，杜林纳路安古咸菜咸菜有没有？林纳路有没有腌制的？林纳嗨，嗨，路，哎，你你拿写起路来，林那纳一定路，哎，好。沙比包瓦里杜林纳路古阿沃尔古拉阿沃尔也可以。很多功能哦，含阿拉吉克里安反照都好，沙比包瓦利，还丽娜路哈，林纳路，对，就丽娜是路，咸诶咸菜，好，好阿拉星，OK，期，哎，爱都好，还反照都过啦，米迪里兰说老好，师，哎，
请说。那个海海可，那个海海可以吗？沙比海海，对呀、啊，哪耶？有的地方部落沙比海海，对，可以。沙比海海可以啊，沙比海海，沙比海海还是沙比巴海？沙沙比比海海就巴，可以了。可以可以，沙比巴海海就是用来，就是晾东西的，沙比巴瓦利一样的意思。我们的伊尼亚诺尼亚麦哦，好，通好好，常都谢谢。讲沙比巴瓦利。有的地方我有听过，苏贤老师是沙比巴海海，哦，还有别的说法也可以哦，哦，大家踊跃的来说你们部落的，哦，那个用法，沙比巴瓦利，沙比巴海海，好，写起来哦，还，你智慧，给苏多。Oh, sabi tulik aku tu faruru kura awal. 那个竹子是我用来编织背篓的。还马达马都好，很棒哦，鬼叔，啊，写对了，乌沙比，tulik 独立就是编嘛，好，阿姑我读法鲁鲁，法鲁鲁就是你们那边说的说法，就是背篓嘛，哈，对。古拉阿沃尔，很好，马达马都好，很棒，你念得很好，谢谢你智慧，还法鲁鲁就是背篓。我们部落的是鲁杜，好，法鲁鲁，在我们的字典和蔡宗翰的字典上面是写法鲁鲁，就是背篓，很棒哦，阿赖好，谢谢你，好，还可以继续写哦，还有很多的说法，还有可以制作很多的东西，阿沃尔哈可以做铜腕嘛，还好，翠云，你说好。嗨，嗨，你好。萨比萨嘎歪阿古古拉阿阿尔，哦，这么棒哦！啊味儿，好啊啊味儿，阿尔，味儿。哦味儿，嗨，乌萨比萨嘎歪。哦，哦，你们那边的编制是萨嘎歪，是南是阿美的吗？萨对。比萨嘎歪，很好哎。沙比萨嘎外就是南斯阿美的编织编制哈，古拉啊啊沃尔好编织竹篮之类的哈，很好哦，所以你念得非常棒，很好，谢谢你，阿赖迪索南好，嗨，反正哈我阿沃尔很多的做法，比如说还有制作。老师，他的那个阿布好像平时，哪一个？一个他的啊那个阿布，啊，对，还谢谢吉叔写然后阿顾好，翠云修正一下，阿顾古好。拉阿文很好，还马达妈都好啊。有时候我们打字打很快，我要打很快才给稍后会有一点点失误，好，没关系。好，阿里海古，萨沙人都阿沃好。哎呀，所以马拉里丁呢，黏住了，哦，要分开好，在金诺森要分开，还再一次修正，那、啊、很棒的娃娃好，还乌萨比萨嘎外，阿古古拉阿沃尔很好。所以你念一次竹子。哦，萨比萨嘎歪阿古古拉阿阿乌。阿沃尔，啊呜！嗨，马达马多阿来，安扎尔好，好，何志群，志群，吉苏都。乌萨比米桑阿多阿拉皮斯阿库库拉阿阿沃尔。哦，还，你的中文哈说，那那个竹个，子是我用来做筷子的。嘿，很好，马达妈都好，乌萨比乌萨比米桑啊，你就写乌萨比桑啊就好了，乌萨比桑啊，那个啊上面有一个。
咽喉舌音号有一个逗点，杜阿拉比特，那个不是，那个是兹，要一个 T， 好，阿拉比特，不是阿拉比特，阿拉比特，阿拉比特，好，左上角也是有一个格特州，一个古逗号，阿拉比特，阿拉比特，好，阿古古拉啊阿沃。好呀，阿沃里苏格萨也是有一个格特号，好，你可以做修正吗？写得很好，好，再修正一下那个格特要点，好，可以吗？谢谢你，思琴，好，反扎古米迪兰苏，你再修正一下就好了，好，伊拉古尼马萨，哎，谢谢，哎，爱好。Usapisang aku to Aliper i salatengan kura aor. Hai, madama tu. 我的那个竹子是我要用来做菜园围篱的。对对，还madama tu 好。madama tu kalau mesti langsung dengan hal kau hal. Usapisang aku to Aliper i salatengan kura aor. 很好。反正很棒哦，写的都很好。好，你拉后姑稍稍按说好，也可以练习哈。我们主要是你们练多练习说，多练习写句子。好，我们就在当中学到很多的词汇啊。你还有个发那阿努米达号，以后我们就可以加强我们的单字量，还有我们的口说练习。好，谢谢吉玛沙湾号。好，阿弟还好古，米迪里山爱多好。好，我们接下一句哦，迪拉多吉达伊萨卡西瓦。如果还有人米迪里山也还有继续写的，也可以好在讯息栏里面打上来哦。好，下一句多吉达好，第九题咯，萨卡西瓦都。还有修正的也可以慢慢写好。好，萨卡西瓦。哦，第九题是说 ，Now daira ji panai i luma ni gajau a mi palafang. Now daira ji panai i luma ni gajau a mi palafang. 好，中文是说，为什么panai要去gajau的家做客？好 ，Now 就是。为什么 ？Daira 就是去，吉班奈就是班奈，伊鲁玛家，尼嘎昭啊，嘎昭的家好啊，米巴拉方，米巴拉方就是做客啊，就是去做客。好，为什么就是 now？ 好，这个是为什么的意思。为什么板奈要去嘎照的家做客呢？哦，我的答案是说 ，now honey， 因为他是，嘎照是板奈的同学啊。now honey， 五，咋发现你嘎照及板奈米迪利？好，就是一起学习的啊，同学，或者是说 ，now honey， 五，到底你板奈及嘎照？好，我。可以这样子回答，因为嘎照是板奈的老板、啊、他去他家里做客。好 ，now 就是为什么的意思 ，daira 就是去，哦，去板奈就是人名就是板奈，伊鲁玛尼嘎照就是嘎照的家，阿米巴拉放，米巴拉放就是做客的意思。好，我们有很多朋友、哦、你都会去做客。哦、很多的朋友你会去他家你可以用这个句子、哦、如果阿努玛福吉莱后也可以看等一下其他的学员好麻烦那爱长啦有会的学员、哦、他会打好他的句子我们可以做参考 好主要就是让大家学习好不一定是说很会，好，你写几句也可以。好 ，Now honey， 怎么样？怎么样？好 ，Now honey，
因为他是他的好朋友啊，吴一郎。哦，那哈尼吴一郎，你板奈吉嘎招好，因为嘎招是板奈的好朋友，哦，也可以说是他的亲戚呀、啊。哦，那烧或是玛丽娜埃，哦，都可以写好。因为我们是要练习咪巴，就是咪巴拉放，就是做客哈，拉放是客人，巴拉放就是做客，咪巴拉放要去做客，就是去啊人家家里做客。好，这个麻烦那给他咪滴滴读念号，这个很简单哈，很好发挥的句子。Now honey 啊，因为 Now honey。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好，好了，等跟头哟啊，慢慢的想，还啊，你来读好，可以，随时的上传，好。马老东东马姑姑，你还嘎照，还嘎照，给说好。老汉你十平能能安吉本来吉嘎早安，因为本来想见嘎照。嗯，标准的啊写法，嗨，抓得好。Now honey， 因为 Sabi 能能按能能是看嘛 ，Sabi 啊想要看，Sabi 能能按想要去见，嘎照想要去见，本来想去看见嘎照啊，我讲的颠倒 ，Sabi 能能按几本来几嘎照按，因为本来想见嘎照啊，这写得很好哦。萨比能能安就是想要去见他，哦，如果萨比能能安什么都可以，这个句子写得很好。阿拜吉嘎早安好，好，先上的萨利嘎嘎，先上的师长也可以一起哈，把你的句子写上来给大家参考哦，大家一起来学习。米南南吉达伊迪尼好，阿嘎嘎达劳阿嘎嘎乌鲁，嗨，像嘎造的句子这样。萨比能能安吉巴奈吉嘎早晚，也可以用你别的句子来写哈。好，马老东东马姑姑，你智慧给说多。脑下呢，我咖喱巴哈干都卡夫赞你巴奈杜拉鲁米阿，因为那天是巴奈的生日派对。哎，很好呢，麻烦那个时候米迪丽，还写得很好哦。那哈尼，因为我咖喱巴哈干就是开心的日子，都嘎苏夫赞就是生日嘛。你巴奈杜拉鲁米阿，那个日子是很好的啊，就是生日派对的意思。好，写得很好，因为那一天是巴奈的生日派对。这个句子没有错，写得很好，谢谢你智慧，嗯，写得非常好，大家都很厉害。好，一句干不好嘛，反那咪滴哩读句子。好，谢谢智慧的分享。嗨，你马上。老师，请问一下，嗨，老师，那个上面那个是用古啦，鲁米二十吗？还是读了？上面是智慧那一句是用，那哈尼五个阿哈干杜，嘎苏夫赞尼巴奈杜拉那个，杜拉他用杜拉鲁米二，杜拉鲁米二对呀、啊，古拉嘞古，古拉鲁米二也可以。我们通常会说尼巴奈杜拉那个，对，我们的。我们讲的时候会讲杜拉鲁米阿古拉鲁米阿那个，你是说他的中文跟他的主语不一样是吗？我是说是要用古拉，古拉鲁米阿，可以啊，哪耶？可以，你把那古拉鲁米阿，我再念一次用古拉看看哈。那哈尼五个咖喱巴哈干杜嘎苏夫赞你把那。古拉鲁米二，好，是那天，对呀、啊，可以哦，嗯，所以用古拉比较好，还是读拉比较好？
看都可个以。人的，嘿，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看他们的习惯用语。有时候 “dura rumi ash” 我们会这样说，“kura rumi ash” 也是可以这样说。嗯，如果你觉得你要用 “kura” 也可以，我觉得在这里都可以。好，还有疑问好，谢吗？谢老师。不可以，才不会。我们会讲说 “dura rumi ash” 那个时间呢，因为我也是这样说，所以智慧它自然而然就会写 “nibanai dura rumi ash” 那个时间，这样，那一天，这样，那一天，好，谢谢哦，好，你马上结束后，哎，先生。嗯，老汉呢，把个顶麦只个早安尼尼阿鲁米阿，因为今天是个早结婚的日子。嗯，很好，好，因为今天是改造结婚的日子，写得很好哦，老汉你因为。巴嘎阿迪麦啊，就是结婚，即嘎招，嘎招阿尼尼，今天阿鲁米阿好，因为今天是嘎招结婚的日子，好，结婚就是巴嘎诶，那哈尼巴嘎迪麦，对对，没错，很好，谢谢你，马少，今天是好日子哈，嘎招的结婚日子，所以巴奈要去做客啊，句子写得很好哦。好，这个 now honey 回答要用 now honey 怎么样好，都可以写好。好，根据我们以上的几位好学员写得非常好。啊，你然后过高发那阿努米苏好，玛雅马迪里修，还有伊拉后古米，现在还在努力的，也可以慢慢的写好。now honey 他怎么样都可以写好。这一句也是说，now dai ra ji panai iluma ni ga zao a mi ba la fang，好，很多的方式可以写好。anu ira gu nui ba du lai mang ai 都好，好，你书写。哎，那哈尼有那也啊，为啥你噶找几班奈？因为班奈是噶找的好朋友。嗯，嗨，爱国的男孩，一句给什么烦恼咪滴滴？因为板奈是改造的好朋友，对，然后哈尼，还有一个逗号哈，逗点，哦，我爱耶，啊，为啥你改造起板奈哈？因为板奈是改造的好朋友，好，把它一起书写男孩。好，他这个句子写得非常棒哦，哎呀，那个努米大号线上的好朋友可以来学习哟、哦。好，米娜娜吉达多纳，放下来你迪丽莎你书写还有上面的句子都可以参考的哦，我们可以做复制，然后再换你的句子。好，马拉维多努玛姑姑你爱丽丝哈，结束后。哎，那我喊你，萨比里在吉班奈吉噶扎湾杜努斯拉噶湾努班扎，因为班奈想要请教噶扎阿美族的文化。哎，很好哎，写得这么好，阿赖好。好嘞，先那生。喊你萨比里在样比较好哦。想要请教吗？萨比里在样吉班奈吉噶扎湾杜努斯拉噶湾努班扎，哎，很好哦，写得 Alice 写得非常好。你在这里迪里特努米少，那喊你萨比里在样讲。还有 YAY，扎比里扎央吉班奈吉嘎扎湾杜努斯拉阿湾努邦扎会比较顺，好，可以加 AY 哦，扎比里扎央会比较顺一点。好，谢谢你，阿赖好，写得老真师是好。AN 嘛？对，扎比里扎央，好，对，扎比里扎央 AN，还，廖文涛爱丽丝好有。AN 才对，我念的是 Sabili 在样，结果我想到 AY，还，伊拉好古马迪里塞芒埃多好，这个我们就写到这里也没关系啊，伊拉好把多了很多，还能个那个，还阿西本尼苏，
Hai, nau hani sapiri jayan ji banai ji gazawan dunu selakawan nu banza， 因为本来想要请教改造阿美族的文化。嗨，这样就很满分哦，好，很好。阿赖迪苏南，嗨，好，所以不会很难，对不对？好，阿努阿歪都好，你可以继续的往下看哦。好，萨嘎木德都好，如果还有线上有学好的朋友，也可以上传。好，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好，萨嘎木德好，萨玛。安能以书啊米巴拉方读信息。萨玛安能以书啊米巴拉方读信息。好，意思是说你要如何造访老师，你要如何造访老师。萨玛安能就是马安，就是萨玛安能就是如何嘛。好，伊苏尼啊米巴拉放造访，就是拜访的意思。读信息，好，你要如何造访老师？好，我的回答是说，我会带一篮的水果。好，米阿拉嘎古杜哈基努鲁塞阿米巴拉放读信息呀，我说我会带什么什么东西好吃的。水果啊，还是好吃的饼干啊，或者是带什么礼物，好去拜访，好去造访我们的最好的亲戚，或者是那个亲戚对你很好啊，哦，他平常对你很好，你要回应他，你要去看他回报他，你会带一些礼物啊，或者是水果、饮料之类的，好。好，你可以来，你可以来写句子喽。好，马老嘟嘟猫姑姑你，啊 ，Alice， 你有订正，刚刚念好了哈。你姓海，好，马里盖醒戏，伊拉基苏。啊，你没关系了，我就给他跳过了，给他跳过了，已经换题了嘛。没关系啊，我刚刚说啊，你拉古马蒂尼来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哎，没关系，阿都还没有他买在，你好了，等候长了，然后我爱好还，那喊你，阿都还是本好一双啊。个是本来做一张名啦，因为本来摆桌请朋友。哦，那喊你，因为把大家。是本来读一上零啦，很好啊。那大妈读，然后喊你，因为嘛，把大家就是宴客嘛，就是摆桌嘛。是本来读一上零啦，对啊，反正嘛，滴滴就对了，写的很好。把大家，把大家，对啊，摆桌。阿赖说呢，反正给说好，把大妈读，哎，很好，谢谢你，阿赖。好，根据这个第十题哈，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发挥一下。萨玛安能以书阿弥巴拉方读信息。好，我们集思广益一下哈，想一下你要如何造访老师。好，我相信哈，线上的师长们比我厉害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啦，阿伊尼伊尼给大号。好，如果是上一句啊，还有前一句第八八九十，你还没有上传的，也可以，好，继续分享，好，不用紧张哈，马拉里歪多少啊？不好意思，不行哦，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学习一下，现在是，还，你可以。Kelly， 你修正的哈。哎，哎，那个，乌萨比巴瓦里杜弗瑞阿古古拉阿乌阿乌，古拉阿乌嘿。阿乌，那竹子是我用来晾衣服用的，还有多了一句，
u sapi pahai hai aku tu dinalu kura a aul。 哎，你又写到两个句子，很好。对，沙比，那个沙比要连在一起啊，前缀词好，沙比巴瓦利啊，事实上都对，好，只是你要修正沙比巴瓦利那个是加在一起的，好。好。对，阿古古拉阿阿沃，也对喽。你又写到沙比也是一样哦，乌沙比巴嗨嗨。也是要加在一起的号，把它的过完的。嗨，谢谢你啊，写对了。嗨，你好，下一句读，你换个照。阿拉恩阿姑姑白书阿米巴拉方读信息，达马阿拉古斯金努高级认证，我要带钱去拜访老师，才能够通过高级认证考试，这样对吗？哦、句子是对啊，哦，很好啊。我们看句子嘛，哈，也是练习。阿拉恩阿姑姑白素，白素有格特子吗？没有，变成白素了哈。白素没有格特子哦。阿米巴拉放读信息，达马阿拉古斯金努。达嘎拉外阿斯金哈，高级就是达嘎拉外阿斯金，好像是这样。我上次有看到人家考上高级的认证，我要带钱去拜访老师才通过高级考试。三号，很好，写的对啊，写的不错。白素啊，我搞到那个没有格特号，变成白色。老师，你刚说高级认证是 Dagalawai Skin 这样子，是不是？对呀、啊，对呀、啊。Oh, OK OK。上次伊拉古拉中高级的哦，我看到有拿到那个 Skin 的认证，他说 Sashifuai no Dagalawai Skin 这样，就是中间的，就是中高级。哎，对，很好。Dagalawai 就是，如果是优级的话。应该是说萨达嘎拉外，我还没有考上优级的哈，还不晓得他是写哪一个单词。好，谢谢嘎照。好，接下来，还有两句吗？斯金，我看一下。改命，嘎照，你这个是两句吗？没有，一句一句，我下面是订正的，对。哦，白素你定哪里？白素，你的白素还是有个色子啊，没有白色。哦，我这一句才是，我现在泼上去这个。一组啊，格兰努，好，我们等一下往下看。嘿，还阿来，好，你志勤，你说好，志勤是修正的号，也可以。对，修正的。哎呀，还是要阿西本回说。哎，可以念哦。啊、好，乌萨比桑阿多阿拉比阿古阿阿尔。哎，对，阿拉比古拉古拉不见了。哦，是哦，那个阿拉比也要一个格特字哦。阿拉比，哈、哦，好。那个不见了，要请补充一下啊，谢谢你，志勤，写得很好，修正的再修正一下就好了。好、啊，我们听尹老师的。吉苏好，嗨，哥哥好，好。你还会给哥哥读咖啡啊？你把它放读信息，我会携带咖啡造访老师，因为老师爱喝咖啡啦。太好了，好期待哦。所以以后我们要拜访老师，马老师很爱喝咖啡哦。嗨嗨嗨，谢谢你。阿凡纳吉斯好，我们乌拉吉达米沃杜咖啡。好，阿拉一起听音信息的好好。阿西本那个哟，你好，一个就是期待嘎古我读咖啡啊，我们直接讲哈，咖啡或者是咖啡啊，米巴拉方读信息。好，他说我会期待咖啡造访老师，很好呢，阿赖啊，阿赖一起听老师安好写的非常好，
哎，好啦，等于说好，哎，你还个早，其实好，哦，对你修正的白素，好，我帮你念好了，阿拉恩阿姑姑白素，阿弥巴拉方读信息大，马阿拉古达嘎拉歪啊 skin 啊，好，通常我们会带钱去，那算贿赂吧，不过我们练习写句子是没关系哈。开心的写好，好，你那好也是很好发挥的句子好。感恩来马蒂里好，马苏里，古尼南啊，达蒂里特努米达好，尽量的发挥哦，尽量的写。然后你自己写的，努尼阿米蒂里三好，努尼阿米阿西好，米萨欧西也可以好。马德能爱读努马姑姑，你米莉，米莉老师，哎。你好，各位，高古多西老啊，多老垃圾阿弥，巴拉方多信息。我会带烟肉还有剑笋去拜访我的老师。哇，恰好你更赞哦！我相信你的信息会笑开怀哦，伊拉古。安阿尼尼，哎，麻烦那个婚纱啊，多垃圾啊，多西老。啊，恰还阿拉一起米利安好，反扎古米蒂苏里丹尼拉好。嗨，曼萨吉拉，你好，维吉啊，你好，米哈丢什么？米哈丢，星星，你刚念得很好，为什么你写的？米哈丢是哪个？哈丢呢？哈维吉？米哈丢？我以为你们那边的说法嘞，米哈丢了，有这个说法吗？有有有。啊，是米哈基。With, 可是你少一个 ，I 对不对？啊，都洗肉，洗肉就是腌肉。阿多汉，拉合吉，拉合吉，上帝呢？是吗？马来文的那么，好耶。拉合吉，哎嗨嗨，阿弥巴拉方都信息，很好，写得很棒。拉合吉也可以，拉合吉耶，马达马都好。阿来吉美丽安好，反正米迪拉说。米哈维吉，米哈吉维里亚写，哎呦哈，马达瓦莱努米索，谢谢你。嗨，你 offer， 嗨，你 offer 好。我读下古这个礼赞，比这个礼赞有马古啊，你把它放读信息。我会开车去拜访老师。哦，我读下古比咖喱赞。你这边是中文是写开车，乌杜西亚古比咖喱站啊，比咖喱站就是上车嘛，你坐乘坐的，比咖喱站是乘坐的，开车是乌杜西亚古米巴拉嘎丹努马古啊米巴拉方杜行系这样，开车嘛，你中文是写开车，你的主语是比咖喱站是乘坐的，还可以修正哦哈，主语是没有错。好，如果是你以比咖喱站，我乘坐去拜访老师，乘坐什么车？我去拜访老师是坐车去，这样啊、哦，很好。那你可能修正一下主语还是中文？好，谢谢你，我发啊，美丽修正的，修正好了哈。嗨，你好，维吉，噶古杜西绕阿杜。拉阿基啊，米巴拉方杜米哈基维啊，对对对，我习惯是用米哈维给他米哈基维，哦，有这个哦，米哈基维噶古啊，杜西绕啊，杜拉阿基啊，米巴拉方杜信息标准很好，谢谢你美丽哈，米哈基维，嗨嗨嗨，啊，来的苏南麻烦那去说。嗨，智慧，你说好。米哈维吉卡古杜，海产啊，米巴拉方杜信息，我会是带海产，海产怎么讲？海产哦，线上的金妈妈烦恼，哎，帮一下。努力啊！哦，我说邓努力啊，这样好。哦，什么努力亚人我啥人我啥了哈？有动物。多福定努力亚也可以啊，可以吗？海产呐，福定努力亚酱吗？也可以。
哎，美慧老师，比那福定可以吗？比那福定。哦，可以啊，啊，对对，好，谢谢。海产那个像章鱼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他说海产，他说比那福定，比那福定就是海。还就是之类的，就是包含了啦，海产、比那人物之类的，就是海产类啦。如果是鱼类的话，比那福定，就是不管什么鳕鱼啦，还是鲑鱼啦，还是什么鱼，就是比那福定，就是海产，就是鱼类。如果是海草类的话，就是比那人物这样。之类的啊，比那人物就是有什么海草很多种嘛，我们一时没有办法想到每一个的名称。啊，刚刚有一个黄嘎照老师说，比那福定啊，就是鱼类啊，鱼类的海产。哦，比如说比那人物努里亚啊，你把它放读形式这样。对啊，你写的句子很好，就是叉叉那边就写比那福定海产。还可以哈，还谢谢你，智慧写得很好哦。他说：“米哈维吉尔嘎古多比那福定努里亚啊，米巴拉方读行系这样。”好，那我会期待海产造访老师。好，就是我们的海产，我们不会讲嘛哈。他说内容是鱼呀、啊，还是海胆之类的，就是很多种哈。综合的哈，对不对？智慧哈，好，我们阿美族没有什么，就是海产哈，就是刚刚黄卡照讲的那个就对了。好，谢谢我们的智慧。好，你来好过吗？滴滴来努秘书好，也可以啊，随时的上传哈。如果超过了你刚刚的前提的也可以哈。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嘛。好，没有不好的事哈，都是很好。好，你呢？我们就写到这里哈，学习到这里，我们下一季喽。我们下一季是，哎，魔法律师号，我们今天的巴拉放，好，我们的句子都讲完了哦。我们延续一下我们的。老师下面还有两句。哎，还有吗？哎呦，我忘记划哦。谢谢我们的特助哈，苏贤把耐心系好。伊拉好啊，苏贤，吉苏好。米哈维吉嘎古杜阿巴阿杜伊泽啊，米巴拉方杜行事。我会期待久旱槟榔拜访老师。对啊，这个哈很适合阿美族的行事哈，而且很好呢。哇，米哈维吉嘎古杜阿巴阿杜伊泽啊，米巴拉方杜行事。哦，这个写得很好，谢谢苏贤。我们会期待槟榔嘛，哈、哦，因为那老师喜欢吃槟榔，还有阿巴，可能是我们酿的小米酒啊、古拉之类的。阿米巴拉方的情绪哈，我相信的情绪会很开心哦。我、哦、收到你很好的礼物，谢谢我们的苏贤。好，你 Alice， 吉苏好。可以，米哈维吉斯嘎古都米巴拉鲁马安阿古阿保利阿米巴拉方图行事，我会带我自己种的香蕉去拜访老师。哦，真的是很好哈，你自己种的香蕉很有诚意哦。米哈维吉斯嘎古都米巴鲁马安巴鲁马安阿古阿保利香蕉啊米巴拉方图行事。哦 ，Alice， 你写越来越棒了，越来越强，好，写得很好哦。你会期待自己种的香蕉去拜访你的亲戚啊？谢谢你们，你们全部都100分哦，啊，大家都很棒，大家都很会写了哈。之前都写一小段，现在都很长的句子，而且都很深入喽。好 ，Alright， 那么南浩，好，如果还有的话，你然后还可以继续的上传哦。阿嘎嘎伊利亚号，好，我们接续我们的主题，我们换题喽。我们接下来的主题是属库，就是仓库。我们之前是厨房嘛，哈，延续到巴拉方案客厅，我们就衔接到仓库。我们家里都一定会有储藏室嘛，哈，属库，好，我们可以放很多，摆放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们家里很多东西我们会放在仓库。好，我们要练习下一题咯。好，我们这个主题是换仓库，就是属固。好，属固。好，我们阿美族的属固。好，我相信还有别的部落有别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好跟我说哈，还也可以写上去。好，我们那边的说法就是属固，就是仓库。好，我们是讲属固。啊，你们部落的鲁努尼亚罗埃纳姆号，努曼安古努纳姆号也可以把它拉盖了，就是可以分享哦。好，让我们大家线上的萨利嘎嘎或者是学员们一起来学习。好，萨嘎自在，金马古米桑啊埃杜苏古纳姆一样哈，我们用开头的疑问句，金马就是。是谁？好，古米桑啊爱啊，就是建造啊，杜苏姑好仓库那么好，建造你们仓库的人是谁？好，金马古米桑啊爱杜苏姑那么，建造你们仓库的人是谁？好，米桑啊爱就是。桑啊就是制作嘛，好建造的意思。米桑啊爱的人，好，这边米跟后面的爱就是人的意思，是谁？好，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个句子，好，好金马是谁的意思？故是主歌嘛，米桑啊爱建造的人，读书姑仓库南木你们，好，整句就是说。建造你们仓库的人是谁？好，这个是我们第三个主题的号是属固。好，有的别的族就是南是阿美啊，不管是修固染的啊，可能也不是讲属固哈，或者是有别的说法，好，就按照你部落的说法来写句子哦。好。金马就是是谁的意思，好，金马是谁，好，金马就是问人或问名字的疑问代名词。金马古米桑啊爱读书古那姆，如果是我的答案就说吉阿公古米桑啊爱读书古尼亚，建造我们仓库的人是阿公，好，因为通常吉阿公古麻烦的爱好或者是你可以聘建造师啊来自建造你们的仓库。好，或是鸡妈妈不米桑啊爱读书姑你样，好，建造我们仓库的人是爸爸，好啊鸡发鸡，好，或者是谁啊，还是你看你家里你请谁来建造你们的仓库，好，好，这个金马就是问人或是问姓名的疑问代名词，金马，好，金马古米桑啊爱读书古那木，好，可以写短一点哦，也可以写长一点，比较会的，好麻烦那爱啊信息号可以。可以写哦，好，让大家参考一下。线上的萨利嘎嘎还有师长们哈，每个人都要写写哈。好，如果你会了，你可以每个人都要练习的意思。我们这个语言潮就是希望大家多说多写。以后你考初级、中级或中高级，或者是。高级哈，优级的认证哈，就是要靠平常的练习，好，平常多练习哈，交谈啊，或者是这个都是我们所学的句子都是很实用的、就是在家里也都可以跟家里的人来对话，因为我们从开始到现在都是讲家里什么什么，他巴拉方或者是厨房在干嘛，可以
在家里都可以说哦。好，安伊来都古马滴滴来努米苏，马苏里带都也可以上传。好，萨嘎自在马阿拉维努马古好几换个照。吉玛古米阿扎埃杜鲁马纳木，买你们房子的人是谁？吉嘎照古米阿扎埃杜鲁马尼亚，买我们房子的人是嘎照。哦，你看，谢谢嘎照，看他写的句子有两句哦，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写你自己的句子哈，你想到的，你会的，就像黄嘎照行气这样子写哈。吉玛古米阿扎爱杜鲁玛纳姆，买你们房子的人是谁？吉嘎昭古米阿扎爱杜鲁玛尼亚，买我们房子的人是嘎昭。哦，好，谢谢嘎昭。好，他用别的句子来写。好，相信线上的哦，萨利嘎嘎，你们很会写哦。哦，好。马老多努马哥哥，你听音老师，干那么那个好，是马要发给阿吉妈妈努马哥哥，米桑阿爱读书过你呀，马要伯父和我的父亲一起建造我们的仓库。哦，很棒，我努马哥信息写得很好，吉马要发给。阿吉妈妈努玛姑姑米桑啊爱读书姑尼亚，哦，写得很好哦，谢谢吉听音老师安好啊，反正我们迪丽拉那么哟，你们线上的都是100分号，都很会写。当然，我们有时候在打字的时候啊，会不小心会点错或是按错都没关系哦，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修正啊，我们可以根据他们两位的写法哈，也可以复制他们的写法。好，如果你觉得不好发挥，你就可以看一下啊前面写的啊老师们写的哈。今嘛古米桑啊爱读苏古纳姆，应该是啊家里的人呐、啊，吉阿公还是吉法基。好好阿拉努玛姑姑你智慧给说好哦玛丽娜爱姑米巴拉爱阿米桑啊都古发欧米啊是亲戚帮忙建造我们的仓库的嗯很厉害给说好很好写得不错哦玛丽娜爱就是玛丽娜爱姑亲戚对，米巴桑哎，米巴桑，应该米 NG 号啊 ，NG， 还啊米桑啊，都古法尼亚，你们是讲古法哈？啊，对，因为我们的厨房叫神灭啊，神灭，所以你这边是古法，对啊，因为地方不同，会有不同的说法。谢谢你，你那个米巴桑爱、啊、那边修正哦。好，哎，谢谢你，好，你讲的对，但是好，有时候我们按那个啊键的时候会跑掉，好，没关系，谢谢你。他们的是厨房是冷面，好，有的是说厨房是早干，好，好，他是讲冷面，所以他这里的仓库是古放，好。好，谢谢你。好，那能跟大姑鸡刚好也8:01了。好，我们先练习到这里，先把憨厚给大米拿弄哟。等一下10分钟后我们再进来。谢谢大家，阿赖，你把憨厚。
好，麻烦到我们把两个好呢。嗨，米莉，基苏多。美丽老师，我帮你念吗？8:09的，8:09，好，8:09。也前面你写错了这个字，8:09。马老多信息，马老多说，嗨，马老大哥，我非老兰国民上个爱读书过努力，我们的仓库是部落族人建造的。好好好好，有马老爱读嗨，谢谢美丽，谢谢。哎，我非老兰古米桑啊爱，那个啊那边读啥爱古啦？好色印尼说好，只在哪吒米桑啊爱读苏古努尼亚，哎，阿拉外苏米利古啦，格勒斯，阿拉外多阿哥，哎，哎，谢谢你，阿拉一起美丽暗号，谢谢你，我们的仓库是部落人建造的，好，我非老兰就是。部落的人嘛，好，云老兰古，你上个爱读书古努尼亚，哎，马达马都好 ，Kerry 几时好？嗨，你好，你好，星期，哎，怎么消失了？在哪里？来的，哦，金妈妈，金妈妈，阿杜发给阿姑。ku bisa ngai tu suku nu niam. Women the Changku si wo papa he jiu jiu jian zao de. Hmm, heng hao. Asi pena ku hao. Ji mama atu faki aku ku bisa ngai tu suku nu niam. Hai, matama tu hao. Women the Changku si wo papa he jiu jiu jian zao de. Hey, 写得很好哦。阿来谢谢，阿来，嗨，马修真来的你美丽好，我非老兰古米桑爱读苏古努尼亚，嗨，好，阿来吉美丽暗号已经写对了，正确的哦，你修正完成了好，好，把那都给他们阿西泡米滴哩，米苏哩，嗨，你暗号这个只在阿努阿瓦都好伊。你拉过米蒂尼塞好，就慢慢的上传。好，下一句喽。好，萨嘎杜萨杜哟。米玛安吉阿公伊苏古，哎，阿公在仓库在做什么？阿公在仓库里在做什么？好，米玛安就是做什么的意思，吉阿公。阿公在仓库做什么？好，伊苏姑就是在仓库里做什么？好，米玛安吉阿公伊苏姑，阿公在仓库在做什么？好，我们可以写米杜里盖吉阿公伊苏姑。好，阿公在仓库里在编织。好，阿公在仓库里做什么？很多写法哈。阿公在仓库通常做什么呢？好，你们安做什么的意思？即阿公，阿公以苏故在仓库。好，你可以写很多的句子哦。你们安啊，阿公在仓库可以做什么呢？想一下，好，好了，等等回答，好，米杜里盖就是编织，啊，米桑爱杜巴爹，好，他在做，哎，就是墙壁啊，巴爹就是墙壁嘛，他在钉啊，钉东西也可以，好。你把这该读什么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哈，都可以来学习。就是米玛安吉阿公伊苏古，米玛安就是做什么？阿公通常在仓库里做什么事情呢？哎，马老多努马姑姑你换个照。
米巴德列杜本来进了伊苏库，他在仓库放稻米。是，马达妈都好。米巴德列杜本来进了伊苏库。哎，你那个是问号伊苏库，那伊苏库啊，那个问号要改，要改一下点号。那这个是米巴德列，就是放。杜巴奈，巴奈就是我们的稻米嘛，稻子。他啊，伊苏姑，他在仓库放稻米。哎，好，马达妈都好，他在仓库放稻米。对啊，我们的苏姑都是可以放米啊，放一些多余的椅子啊啊，或者是啊，你妈安，我们阿公在仓库做什么啊？米德里及阿公都阿能安一苏古哈，还马修镇的你噶账号，米巴德里都巴奈金拉一苏古，还这个是不要忘记哈，后面要点号一个句点。所以我们在仓库可以做什么？阿公在仓库做什么呢？啊，可以写很多的句子哦，啊。阿公在仓库，比如说整理呀、或者是阿公在仓库里扫地啊、打扫。你阿西及阿公一苏姑，可以哈，也可以。好，我们都可以写得很好哈，这个句子是非常好写的。你想一下你的阿公，想象一下阿公在。仓库里会做什么事情？我们是练习写句子哈。嗨，你美丽，美丽给说好。米蒂夫杜巴奈吉妈妈已苏古，爸爸在仓库碾米。好好好，很好，碾米哈。米蒂夫就是碾米嘛，好。米蒂夫杜巴奈吉妈妈已苏古，很好。好，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机器都是在苏库里面嘛，以前时代那个仓库非常的大，对不对？可以放那个碾米的，还有红谷，就是风谷米啊，风谷哈、还有什么一些割稻的用具呀、都可以放在我们的苏库里面，所以包括那个放稻米呀、仓库。都可以放稻米，还有我们的一些工具，很大的工具都可以放在仓库里面。好，这一句就是你妈安及阿公一苏姑，我们可以想一下，阿公在做什么？除了米德里杜巴奈阿杜米蒂夫及妈妈，还有很多的写法。米妈安。做什么？马安的意思是什么？米马安就是做什么？你可以改记法基也可以哈，你把阿公改成法基也可以。米马安及法基伊苏姑哈，叔叔在仓库做什么？在做什么？之类的，写一下我们的句子。来，我们的书库可以摆很多的东西啊，可以做什么呢？米桑啊，及阿公都比到一书库啊，就是阿公在仓库里做比到，就是锄头啊，我们的锄头也可以放在书库里面。好，很多东西可以放在书库里面。米桑啊，米桑啊，读笔刀，或者是米桑啊，读妈妈呢，都可以写哈。好，你来和我们稍息，那么好，我们可以上传好。你那南吉大号，阿嘎刚乌托哟啊，你妈安吉阿公伊苏姑。我们前面是巴拉方案啊，这个单元就改成苏姑啊，仓库啊，仓库。能做什么呢？能做什么事情？好，好了，等恩后一大号。
能能能当过你，然后马老都能马过过你，听人情绪。米多利多扎扎吉阿公已说过，阿公在仓库边扎扎曼中文啥？那个以前睡觉的那个用竹？打盖了吗？还慢啥？不是，不是、哦，以前在那个还有别的说法吗？床啊，以前床哦，打盖了，打盖了。中文慢我们是扎扎呢，扎扎什么？扎扎就是嗯。也是类似像那个打嗝一样，竹床哦，竹床啊，竹床，妈的个，膝盖了，用那个膝盖，竹子做的也蛮啥的个，哎呀呀哎哟，我也是用这样子编的，然后一条一条的，对呀、啊，我睡过了，马虎台都要过来弄啊，我来编床好了，起码我麻烦了，哎，编床，哎，好，竹床，竹床哦。竹床啊，很好啊，对，那是叫竹席也是啊，竹席哦，对，竹席席嘛哈，就是那个可以移，就叫移动床啊，可以拿起来，对对对，分解的，要移动床。哦，妈喊过来，嘟嘟，国语喊你啦，他会写咋咋咋咋，几阿公姨。我等一下再写，我先看一下，好。好啊，咪嘟哩嘟咋咋，那么古呀，什么？床吗？哎呀，那个扎扎就是编的那个竹、哦，你讲的就是呀，达嘎了嘛？好，我讲的那个床，哎、好、嗯，好，可以啊。你想一下，嘿，阿赖吉听一请先好。他说：“米多利吉杜扎扎吉阿公已熟故。”好，阿公在仓库里编床。哎，你信念，你说好，叫你是不是？米高威杜沙利加贡伊苏古。好，阿公在仓库捕鱼网是吗？还，你的中文是这样哈？还，米高威杜沙利及阿公伊苏古，很好，写得很好哦，谢谢我们的信念。阿公在仓库捕鱼网，啊，捕米高威，好。杜沙利尔，沙利就是渔网嘛。哦，阿公在仓库捕渔网，还马达妈都好，谢谢你心念。好，那努你智慧。米格林杜比刀及阿公已古方。嗯，阿公在仓库找锄头。哎，还马达妈好，谢谢你。还米格林就是寻找，杜比刀就是锄头。及阿公已古放啊，他中文是说阿公在仓库找锄头，哦，他的仓库是古放哦，啊，谢谢智慧。好，我们有的地方是讲熟故，智慧那边的是讲古放。好，智慧写得很好。阿来，你下一句你书贤，你说好，哎。米露西莫吉阿公杜马阿马安已熟故。嗯，阿公在仓库整理东西。嗨，马达妈都好，写得很棒。米苏里莫就是整理，吉阿公杜马阿马安就是整理很多东西已熟故。嗯，写得很好哦，就是类似这样的句子哈。整理就是米苏里莫好。谢谢苏贤写得很棒哈，所以你们越来越会写了哈。书写是很重要的，还要念，加上念，我听你们念的，啊，念得非常标准哦。好，如果我们还想写的话，也可以继续写哦。如果还要修正的，也可以啊，修正一下。蒙爱多好，好伊拉努爱多哟。我们下一句萨嘎多鲁，如果以线上还有。学员还有其他的，萨利嘎嘎还没有写的，哎，希望我们一起来练习哈。好，萨嘎嘟噜嘟，乌玛安古马德里爱你巴奈伊苏古，乌玛安古马德里爱你巴奈伊苏古，好，意思是说被巴奈放在仓库里的是什么？
被板奈放在仓库里的是什么？好，这红色的字体就是乌马安啊，中文是什么？好，故马德里爱马就是被啊，德里爱就是被放的东西是什么？好，就是被放啊，被板奈放在仓库里的是什么？啊，马就是被的意思。爱就是的意思哈，好，乌马安古马德里爱你班奈伊斯布，我们想一下，板奈，放在仓库，被板奈放在仓库的东西是什么呢？啊，被板奈放在仓库里的是什么？哈，你可以指东西啊，或者是说乌西劳古马德里爱你班奈伊斯布，哈。被板奈放在仓库里的是洗肉，好腌肉，好。马德里爱意思就是被啊，被放的意思哈。马德里爱，乌马安的这个是什么？哈，乌马安是指问的是东西哦，哈。你可以说乌板奈古马德里爱你，板奈伊苏古哈之类的。好，我们来练习哦。Inanam kita mi sulit hal, inanam kita mi mi diri tu dunia hai a mi diri lan hal. Anu mas sulit itu, 我们可以来加上自己要朗读哈，自己念，因为我们要训练大家好语，就是语气，我们一起来学习啊，还有不同部落的说法。我们讲属故，有的部落是说古号，或者是你们那边还有不同的说法，也可以来分享啊。马拉伊尼尼吉达号，好，你来读过吗？滴滴来那木芒爱读号可以放上来。我是印度米达号，还乌玛安就是什么的意思。好，你啊，伊拉都古尼嘎早哎，嘎早，你说好。Umita kawan apai su ku materi ai ni panai isuku, pe panai fang zai chang ku li si tong lai de. 好 ，Umita kawan 就是偷的哈，偷来的。u apai su 钱 ku materi ai ni panai isuku， 啊，写的句子很好。被panai fang zai chang ku li de si。偷来的钱哈，米达高万就是偷来的啊，白素哈，偷来的钱哈，写的不错，很好。阿来几个高万号，哎，你书写老师给说好，哎，乌米萨阿巴汉尼伊那古马德里埃尼巴奈伊索古，被巴奈放在仓库里的是。妈妈所酿的酒，嘿，很好哦，写的句子非常棒哈。阿西本那古乌米沙阿巴汉啊，你伊那古马德里爱你班奈伊苏古哈，被班奈放在仓库里的是妈妈所酿的酒，好，写的很好。他是说米沙巴汉就是。酿的酒嘛，米萨巴汉就是制作酿的酒。好，马德里爱就是被放的意思。好，尼巴奈就是巴奈，伊苏固。好，苏贤写的很好哈。好，我们可以参考我们以上老师啊，还会写的哦。我们线上的啊学员都很厉害哈，都很会写句子。好，我们可以。看他们的句子写什么。好，这嘀咕嘀咕哈努米达号米南南，我们一直重复的练习啊，也可以帮助自己哈，帮助大家学到很多的词汇。好，乌马安古马德里埃尼巴奈伊苏古哈，马德里埃马就是被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翻成中文的时候是被什么什么放在仓库的是什么，好，这样子写。好，你 Alice 给说好。哎，乌哈菲阿杜
阿里来古马德里埃尼巴奈伊苏库，被巴奈放在仓库的是小米和玉米。哎，很棒哦，好，写得很好。乌哈费，哈费就是小米嘛。汉阿杜阿里来，啊，古马德里埃尼巴奈伊苏库，啊，被巴奈放在仓库的是小米，小米就是哈费。汉玉米阿里来，哈，阿里来写得很好哦，啊，句子都没有错哈，写得越来越棒。好，我们仓库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哈，不止这些玉米呀、小米呀，还有很多可以放在仓库里的。好，哈拉登恩托努米达号，阿努曼南古马德里埃努米苏，你想一下，你放的是什么东西？也可以写上去，如果不会写的。也可以写叉叉，我们在线上的一起来讨论哈。像刚刚有比纳福丁案哈之类的啊，不会写海产，然后我们也可以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好，那我们再好啊，努拉古米迪利塔也可以慢慢的写号，不急哦。如果你已经觉得可以了，你就呈上来好。写在讯息栏里面，通话中的讯息栏里面哦。嗨，你听音，好了，等下对说。哎呀，好 ，utipos o tamurak ato fakar ko materiai ni panai isuko。panai 放在仓库的是稻米、南瓜和篮子。哦，嗨，很好，哎，写的很好哈。嗨，我底部是底部就是，我看一下，底部是稻米吗？哈，你们讲底部什么？哈，反正跟底部是一样哈，意思。哦，达木拉啊，好，谢谢。达木拉就是吉亚克啊，我们那边讲吉亚克或达木拉都有哈。阿杜法卡尔，法卡尔就是篮子哈，编的篮子。古马德里埃尼巴奈伊苏古哈。中文的翻译，巴奈被应该要写被巴奈放在仓库的是稻米、南瓜和篮子。好，因为马德利就是马就是被的意思。好，中文那边再加上被就好了。谢谢，谢谢，哎，写得很好。我们这边又多了一个词汇，巴奈等于底部斯啊，达姆拉啊，他们那边部落是讲达姆拉。我们那边讲两种哦，吉亚克，啊，达姆拉克哈，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吉亚克，啊，阿杜法卡尔，法卡尔啊，就是篮子，法卡尔通常我们，哦，用偶外嘛，用那个，用什么，藤条制作的，还有阿沃尔，好做的篮子，好，称为法卡尔，好，谢谢，好，老师他在这边把那一世讲人名。底部才讲是稻米，对，啊，对对，我知道啊，谢谢你提醒我。还对我刚刚说底部就是板奈嘛，我们通常有的部落讲稻子是板奈，请细写的是底部都是稻米的意思。好，谢谢你，美丽。好，阿赖，我知道了。好，智慧其实都。哦，达比拉古马德里埃尼巴奈伊古法，被巴奈放在仓库的是达比拉。嗨，谢谢。达比拉，达比拉就是那个好像是藤编篓哦，什么编去了？就妈妈翻了，哎，好有名称，我一时马巴万好，我一时想不起来。达比拉我们都会讲哈，藤编篓吗？好，查一下哈，我们有。特别助理哈，他会很贴心的帮我们查一下。那个蔡东兰的字典是罗汪小藤编。哦，嗨，啊，来小藤编，嗨，智慧，他是达比拉是小藤编哈，写一下中文哈，如果会的人小藤编哈，我们也想记一下哈。达比拉我们通常都很会讲哈，就是不知道中文的名称。好，谢谢智慧。乌达比拉古马德里埃尼巴奈伊古法，被巴奈放在仓库的是
打鼻烂小藤边。好，谢谢我们的智慧。好，庭允所修改的修正的中文是被板奈放在仓库的是稻米、南瓜和篮子。还马达马都好，马德利那个马就是被的意思。好，好，我们这边有我们的助理哈啊所提供的达比拉就是箩筐，还有一个小藤编。好，我们很少讲哈中文，马宝湾都好，还智慧可以写起来哦，下次你就可以中文跟主语哈都可以写了。小藤编，好，谢谢。好，马马米奈多伊达古尼南萨卡多罗好。啊，你来后面梳理代号，还有人写的话，你可以上传号。好，我们接续下一句哦，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快哈，等一下就要结束了。好，萨卡十八号第四题，他说：“哦，比那古达古尤兰南拉伊苏古，好，比那古达古尤兰南拉伊苏古，好。”中文翻译是说，在仓库里他们的背篓有几个。好，比呢这里是指多少几个。好，多少几个啊，比呢就是多少的意思哈。比呢古大古有善，比呢就是有几个，古是阻隔标记哈，大古有善就是背篓，古又就是背嘛，大古又算就是背篓哦，大古又背的东西，能拉就是他们，一数孤哦，在仓库里，他们的背篓有几个？好，我们可以算一下，哦，有几个背篓哈，哦？如果说有十个，木的背古大古又拉能拉一数孤哈。在仓库里他们的背篓有十个这样哈，或者是说哦有几个，一个也可以哈。bina 我们主要是要学习 bina 是有几个哈，问多少哈，几个哈的问法。gu da gu yu san 哈，我们这边学到 gu yu， 这个 gu yu 就是背哈，背的意思，加上前缀词大，然后缀词按的时候，它就是背篓。哦，大姑又善，哦，南拉一数姑，哈，在仓库里他们的背篓有几个？啊，哦，好，就讲到数量哈，哦。好，背篓就是大姑又善，啊，哦，你可以改哦，哦，在仓库里他们的。什么啊？法鲁鲁也可以哈，也可以换一下，替换一下单词，啊，你可以换你会的词汇，啊，你会的句子，啊，写上去。bina 是有几个，啊，古达古有善，背篓，好，好，努在好卡拉登努米达号也可以想一下，好，慢慢的想。好，比那爱古达古尤兰有几个？比那哈，里马古达古尤兰南拉伊苏古也可以哈，直接讲，在仓库里他们的背篓有五个，这样，好，直接讲数量哈。比那古达古尤兰南拉伊苏古哈，这里就是训练大家哈书写啊，还有练习说啊。线上语言草就是希望线上的好朋友啊多说主语哦，书写是很重要的。我们考试的时候，哦，一定要书写哈，哦。如果遇到书写的时候，如果你平常都有练习写主语，哦，你们到时候考试啊就可以写得很好啊，就可以考上我们的认证。好。哦，马拉维多努马古古尼，卡早，好，卡早，阿西本好古努米索。
Ina kuta kamayan ni ina isuku， 在仓库里，妈妈的手套有几个？只在阿扎古达嘎玛亚尼伊纳伊苏库，在仓库里，妈妈的手套只有一个。嗯，好，很好，谢谢。我们的黄嘎扎他会，自己写另外一个句子哈，我们可以参考。哦，他说，比纳古达嘎玛亚尼伊纳伊苏库，哦，嘎玛就是手嘛，加上前缀达。然后最暗的时候，它就是手套的意思。比那古达嘎玛亚尼伊那伊苏古，在仓库里，妈妈的手套有几个？好，他回答说：“只在阿扎啊，古达嘎玛亚尼伊那伊苏古，在仓库里，妈妈的手套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手套哈。”好，我们可以另外写句子哈。这里虽然写达古尤范贝罗，也可以改成达嘎玛亚，好，很多句子都可以，好，加上前缀达或者是后缀岸的时候，它的意思就会不一样哦。好，来，谢谢我们的嘎照，你听言行事。好，萨福杜萨古达古尤范南拉伊苏古，在仓库。里他们的背篓有十二个，嘿，马达马达十二个啊，十二个，对，谢谢。来，沙发杜沙就是十二，古嘎古尤善南拉伊苏古，好，嘎古尤善是哦，田英老师他们那边的写法哈、哦、说法，好、哦，所以我们这边虽然是嘎古尤善，有的方言别是嘎古尤善。一样哦，嘎就是前缀，哦，按就是后缀词，哈、哦，古尤斯也是一样嘛，背嘛，然后加上写错了，应该是写错、哦，还有我在那边以为是秋姑兰的，秋姑兰的写法哈、哦，是打古尤兰没错哈、哦，好啊，再修正没关系，有时候我们的眼镜没有戴上去会点错字，没关系哈、哦，还修正了打古尤兰哈。哦，因为我们知道不同方言都有不同的说法跟写法，但是、哦、意思也是不一样、哦、我们可以参考、哦、好，谢谢我们的听言请细，他等一下会修正打鼓油饭、哦、没有错、哦、好，米粒本来米苏后杜萨里安古打鼓油饭那个造艺术古嘎造家的仓库里有200个背篓、嗯，哇，你还好，谢谢你写得很好。读沙里岸，里岸就是白嘛。古达古尤善那嘎照啊，嘎照他们哈，他们家的，好、啊，就是说嘎照家的仓库里有200个背篓，哦，很多哈、哦，他们在卖哈、哦，卖背篓哈，他们就是他们是有钱人，啊、对对，他们有钱人。哦，可以请很多人背的意思哦。好，他这个句子练习嘛，好，我们可以写到美丽老师的读沙里岸就是200个。好、哦，古达古尤兰那嘎造伊苏古哈，嘎造家很有钱哈、哦，他们仓库里有放200个背篓哦。达古尤兰就是背篓，谢谢阿拉吉米里安哈，相信大家都很有想法了哈、哦。好。听音老师他修正的号，他说沙发杜沙古达古尤兰南拉伊苏古，在仓库里他们的背篓有12个。好、哦，刚刚达古尤兰他写成达古尤兰，好，他修正了。好，阿赖，好，阿亚斯拉，你说好。好，好。比那爱古单票伊斯费，拉里马古单票伊斯费。啊，多少人在聚会所？有5个人在聚会所。哦，好，好，那阿西本那个好，那个，比那爱古丹老伊斯菲，啊，写对了，多少人在？应该是在聚会所，在聚会所里有多少人？比那爱古丹老伊斯菲，啊，从后面翻的话。在机会所里有多少人？
拉里玛古达姆拉伊斯菲，在聚会所里有五个人，这样，好，很好，写的不错。可是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从，在仓库里有多少人？拉里玛古达姆拉伊斯菲，在仓库里有五个人，这样，好，谢谢阿耀的老师写的，哎。老师问、问人是不是要巴比纳？巴比纳古哦，巴比纳古当飘伊斯费啊，对，问人是用巴比纳啊，对对，谢谢，首先提醒，巴比纳古当飘伊斯费啊，在聚会所里有多少人？拉里玛古当飘伊斯费啊，在聚会所里有五个人，对，问人用巴比纳啊，谢谢。好，可以吗？哎呀，塞拉，修正一下哦，修正一下，刚刚写你要写一下，巴宾呐，古达姆拉伊斯菲，好，你回答的是对的哦。好，中文的翻译再修正一下，就100分了。谢谢阿耀，好，我们多学习嘛，哈，没关系。好 ，Alice， 吉苏好，哎，阿瓦古。大哥有山，当那一说过，立马过扎西外，当那一说过，他们的仓库里没有背篓，他们的仓库里有五张三角网。哦，写得很好，谢谢。阿瓦古大哥有山，当那一说过，他们的仓库里没有背篓，阿瓦就是没有哈。啊，然后接下来就说立马古。扎里歪南拉伊苏库哈，他们的仓库里有五张，有张三角网。扎里歪，好，好，爱丽丝，谢谢你写得很好哦。好，谢谢。好，嗯，原来后果米迪丽来继续写哦。好，智慧无名义，他提供说无名义主义词典里面说，大国有难等于大国有难，对嘛？写对了啦，提醒情绪。谢谢我们的智慧，他有查字典哦，智慧有买到字典，棒哦。吴敏义老师里面的字典非常的多哈、可以参考。好，好，我们线上学习也可以，好，不会的单词哈、也可以翻我们吴敏义教授的词典哦，非常棒，情绪。好，听听老师，打过油烂等于打过油烂。好，谢谢智慧。好，修正，哎呀，修正。老师，你那个8:46的还没有看啊、哦？真的吗？一拽，8:46。在哪里哈、这边是5分钟前，是先几分呢？因为我用手机哈。Cindy 的。不理想。Cindy 的。哦，有。Cindy， 嗨，谢谢我们的助理，很贴心哦，都会帮我看。Cindy， 吉苏好，嗨，阿拉嗨，真是，你买古比刀拿来以苏古，在仓库里，他的锄头有五个。哦，你买爱古比刀拿来以苏古，谢谢 Cindy 啊，嘛不好古嘛，当的信息好，谢谢你，你要提醒我啊。你要说星星还没念到我的，谢谢你。来都来都，来都好嗨。你们爱古比刀南拉一苏古，在仓库里他们的锄头有五个。好，谢谢。好，哇，好了，哇，已经超过很多了吼。哎，还好我们线上的特助会帮我们看，好，很贴心哦，谢谢苏贤。好，你阿幺斯拉。哎，修正的好了。阿弟阿西本书自己写的要自己念哦，好，练习一下。巴比纳古丹超伊苏菲，拉林玛古丹超伊苏菲。哦，好，对了，好，这样就对了。问人就是巴比纳，问东西是比纳。好，巴比纳，你记得巴比纳古丹超伊苏菲，问人就是巴比纳哦。好。哪里嘛？古丹普劳伊斯菲啊，在聚会所里。比那矮矮矮，比那矮，比那矮，比那矮哟。比那矮就是，你要问人嘛？你要，米利在给说读丹普劳要用巴比那，巴比那古丹普劳，比那矮，这个是要查一下字典哈。
把比那埃比那埃古党票，有人会这样问哈，比那埃有多少人？不过我们为了要正确性，就是问人用把比那，好，要记得这样就好了。把比那古党票，因为你是问人嘛，比那埃古。如果你要问东西的话，比那埃古达古尤拉纳姆啊，你们有几个背篓？这样用比那埃可以，好，可以吗？好，如果还有其他老师会的，也可以提供哈，参考一下。或许我一时想不起来哈。嗨，好，谢谢阿耀，好，阿耀啊，要多学一多学习哈。好。哈喽盖多好，聊一下这个兰诺号，我们下一题哦。啊，如果还没有上传的，也可以继续放哈，继续写哈，很好，谢谢以上的啊学员们，好好萨嘎里玛多哟。好，哈祖瓦吉苏啊米阿扎多达里，好，哈祖瓦吉苏啊米阿扎多。达利，啊，这个第五题就是问时间啊，未来的时间，啊，疑问代名词哈，未来的哦。中文翻译是说你将何时买芋头？芋头哈，芋头就是达利的意思哈。安努哈做啊，就是问时间，表示未来的时间，疑问代名词哈。安努就是将，何时就是哈做啊。吉苏尼阿米阿扎买多达利啊，芋头啊，你将何时买芋头？好，我们可以说安努拉法嘎古阿米阿扎多达利啊，我将在明天买芋头。好，你就这是。表未来的时间，你可以说安努哈勒努拉后嘎古米阿扎什么什么都可以。好，我们可以啊，最后一个题目哈，第五题。好，还有四分钟，大家快点哦，阿里金哟，超过一点点也没关系，主要我们在线上就是目的就是要学习嘛，书写还有念读哈，还有。写一下词汇哈，认一下单词，好，帮助自己学习。好，因为我们不是百分百哈，不是说都很会哈，我们可以做中学学中做，对，一起学一起成长。好，这一题我们让大家上的一起来发挥哦。如果你写好的就可以，也在信息栏里面提供大家来学习哈。就说哈勒努拉好，基拉都可以哈，就是表未来的时间，未来的时间哈，就是你还没买，沙沙呀，都嘎古米阿扎都达利啊，我将在晚上的时间买芋头，好。芋头就是打粒，你可以买别的哦。拉拉呀嘎咕米阿扎都奥拉好糖果，我将在晚上时间买糖果，或者是说买什么棒面包。好，爱丽丝吉苏多，爱丽丝吉苏好，来阿西本努米苏。扎扎跟你伊那都打理以米阿扎嘎咕都打理，妈妈要买要煮芋头的话我就买芋头。很好，谢谢你哈。扎扎跟你伊那都打理以扎扎跟米扎扎是不是说米扎扎扎扎跟你伊那都打理以米阿扎嘎古杜达利，妈妈要煮芋头的话，我就买芋头。可以。扎扎根，妈妈要煮芋头，你伊那杜达利伊，
阿扎，你阿扎噶古杜达利，可以哦，谢谢。好，好，如果有好像哪里不太对哈，好，我等一下看一下。阿努扎扎跟你伊那杜达利，如果是说妈妈想要，妈妈要煮芋头的话，我就买芋头。阿努。米扎扎吉伊那杜达利，如果妈妈想要用米扎扎吉伊那杜达利一，应该是用米扎扎吉伊那杜达利一，因为妈妈想要煮芋头的话。哦，好好，我来订着。米阿扎嘎古杜达利，这样可以对，很好，因为妈妈想要煮嘛。阿努沙比扎扎干吉伊那杜达利一也可以哈，妈妈想要。妈妈要煮芋头的话，阿努米扎扎吉伊那杜达利伊米阿扎嘎古杜达利，这样会比较顺哦。谢谢爱丽丝和爱丽丝，谢谢你。好，米莉。哎，阿努拉拉亚嘎古米扎盖杜弟弟，晚上我会去买猪肉。哦，好，谢谢阿努拉拉亚嘎古米扎盖杜弟弟，很好，写得很好哦。谢谢米莉，谢谢。好，嘎昭，你说好。阿努，等一下，我在哪里？阿努哈，阿努哈祖阿嘎昭阿巴阿扎杜福定，嘎江何时卖鱼？阿努呼尼吉嘎阿巴阿扎杜福定，嘎昭等一下就将要卖鱼了。哦哦哦，你新的句子吼，很棒哦。阿努哈祖阿吉嘎昭阿巴阿扎杜福定啊，他是卖鱼的哈。嘎昭将何时卖鱼？哈、哦，它是鱼店的鱼店面哈。阿努呼尼吉阿努呼尼吉嘎昭啊，把阿扎的福定。阿努呼尼，嘎昭等一下将要卖鱼。阿努呼尼吉嘎昭，如果说阿努呼尼都会比较好。阿努呼尼都吉嘎昭啊，把阿扎的福定。嘎昭等一下将要卖鱼哈。加安努呼尼。加一个都是不是？对对对，安呼尼都，因为，等一下嘛，等一会儿，好，我们如果讲主语的话，安呼尼都吉嘎昭啊，巴阿扎都福定，这样，谢谢，好，加上一个都会比较顺。好，爱丽丝，好，你念一下修正版，好。安努萨比扎扎干尼埃吉伊那，埃吉伊那还是你？对对对对对，吉伊那都。达利伊米亚扎嘎古杜达利，我有点搞不太清楚，不好意思。对啊，对对对，很好。阿莱西西，妈妈想煮芋头的话，我就买芋头。对啊，阿努萨比扎扎干吉伊那杜达利伊米亚扎嘎古杜达利，这样标准哦。爱丽丝，谢谢你写得很好，就是这样，感谢你。嘎昭修正的说，阿努哈祖啊吉嘎昭啊巴阿扎杜福丁。阿努呼尼都吉嘎昭啊，巴阿扎都福定，很好，谢谢哦。好，最后一个思贤的，思贤加油。嗨，阿努巴巴真嘎古阿米阿扎都达利，明天早上我要买芋头。对，好，因为我们这个是阿努是表未来时间，阿努巴巴真嘎古阿米阿扎都达利，明天早上我要买芋头。好，谢谢大家，大家都满分哦。好，阿拉伊吉达南好，塔丁尼阿泽古宾。